看一下它的喷气有红、紫、蓝，特殊色有两个，我们喷一下。哎呦，它的喷气蛮帅的、啊，是什么呢？哇、哦，黄金舒适，直接 get， 行啊，不够。诶、欸，啊！啊，还好，哦，吸到尾流，哇，好爽！哎哥，说屁屁有点痛啊，我感觉我那个扯扯屁屁痛到一个炸掉哎、欸。还好这台车转向很快，有拉出来。哦，是队友电脑啊，不，队友敌对那个敌人。呜、哦，气不够。发动尾流。哇，没有尾流！队员怎么这样抛弃我？这样可以吗？是哪个弯机刹车爽、啊？这个弯吧，看起来就是这个弯。OK， 好像是左弯接刹车爽，然后右弯是凹双爽。好像跟漂移没什么差哎、欸，这边，这边又不一样了。我觉得这边感觉过得比较漂移顺哎、欸，奇怪的感觉哦、喔。那边速度那么够，我们直接走这里。哇，冲到！这里没有那个右边，不用怕。这边接个刹车甩，好像不想，好像不好。看到了没？从漂移回来的那个男人，手摇也可以。还好这个漂移有练啊。啊，那个也是可以配电脑嘛？四十的那个图。哇，这个转向也太快了吧！立刻就凹进去了，我靠！我都来不及反应呢。哇，失误了！感觉气好少，再补一点。卡蓝。携带，
这名次到底行不行啊？再绑一只也帮不了队友，先靠你们了。感觉再绑也绑不死了。主要是那个可爱喵喵离我们超远了，绑不到他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吵啊，这个弯。啊，卡了。不要再卡了。又卡。哎呦，我怎么吸在一起？那个红毛感觉卡。哦呦，这样好像比较好哎，直接出弯。啊，好痛好痛！拼了拼了，内线刹车甩。奇怪，怎么都吸不到尾流啊？我在一个很难的位置爆发，有够痛苦的。你可以看到我刚那个什么，我刚撞转盘车嘛，对不对？直接撞不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哦，一个刹车手段也可以哎、欸。